请大家合掌，请跟我念。来，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，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皈依佛，愿发菩提心，消灭自私贪心。皈依法，深信因果，体证空慧，消灭愚痴执着。归身，愿修忍辱慈悲，消灭嗔恚对立心。好，请放掌。我想，佛陀给我们讲，各位，这个世间的主宰是什么？各位知道吗？世间的主宰是什么？来，两个字，跟我念。无常，一切都在变化的当中啊！各位，这一点一定要深深的相信啊！也因为一切变化无常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生命，积极的啊，把握我们这个无常变化的生命呢、啊，找到生命真正的目的啊！那么，生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来，跟我念下来。解脱涅槃，各位要记住哦，涅槃就是完全没有痛苦的状态，叫涅槃啊。所以一个人如何达到完全没有痛苦的状态呢？那么我们叫消灭贪嗔痴啊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今天啊来到观音寺，你看。要办水陆空超度大法会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慈悲啊！我们现在做人很有福报啊，但是啊，比我们更痛苦的无量的众生、地狱、鬼道，所以各位等一下啊，如果休息的时间看一下，每一个牌位都很恐怖了啊，写的是各种不一样受苦的众生啊。那么这一些生命呢、啊、为什么我们要超度他？因为他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。各位请注意哦，你来参加法会一定要发起一个慈悲心。一般人是怎么样？哦，我要来帮我的爸爸或是往生的亲戚朋友超度，所以我帮他写个牌位来参加法会。各位，那这样啊叫发小心，这样是自私的啊！我们是想到哦，原来我们的父母可能会堕落三恶道，那么一切在三恶道的众生啊，我们要发起这种大慈悲心啊，来帮他们超度，让他们离苦得乐啊，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各位，我做一个比喻，假设有一个人出了100万美金，买了很多啊，要放生的生命，做了很多功德。他的目的呢，只想回向给他死掉的爸爸，帮他超度。再来，另外有一个人，他只出了1块钱美金，但是他所做的小小的功德，是要回向给这个世界一切受苦的众生。请问各位，哪一个功德大？啊，
出一块钱那个超过出100万美金那一个人的功德。为什么？心不一样，功德不一样。记住这句话啊！所以佛教是心法，所以佛要我们真发心啊，那么来为众生离苦得乐。就算哦，你今天来参加水陆大法会，你都没有布施钱，但是啊，法师在前面拜啊、诵经啊，你也跟着在后面念啊，然后啊，随喜我们定雄法师的功德，随喜这个大法会的功德，那么你以这样子的心啊，那你就是这一次法会的大功德主，这样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那么有一次啊，波斯匿国王，哦，波斯匿国王啊，供佛陀跟整个僧团七天，啊，连续七天，他一个人通通包了，他想说我的功德一定最大了，然后啊，七天的功德法会做完以后，啊，佛陀就要宣布功德主是谁了。结果佛陀没有宣布国王，波斯匿国王，大家觉得很奇怪。佛陀宣布说，后面有一个老女人，叫什么名字？七天的法会，她是大功德主。哦，国王就很啊不服气，全部钱都我出的呢，那个乞丐这一次来吃饭也是我布施的呢，为什么他功德比我大？佛陀就说了，哎呀，那一位老菩萨虽然钱都没有出半毛钱，他看到国王你供养佛陀，看到你布施，他就在那边合掌随喜你的功德啊，以随喜的功德，而且愿法界众生都能够听闻佛法，所以他是功德主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学习哦，啊，今天你看到人家开一部哇最好的轿车，你马上哇，我随喜他，他好有钱哦，啊，那你有大功德。今天你看到一个女生穿得好漂亮、好性感哦，哇，我随喜她，她身材好棒哦，那你以后身材跟她一样啊，啊，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来佛寺穿那么性感干嘛？那你以后就不漂亮了，啊，所以各位，前面插这些花漂不漂亮啊？漂亮，你马上进来，哇，这些花好庄严哦，让整个法会好庄严，这叫随喜功德。那佛为什么要我们修随喜功德呢？那以后你就没有嫉妒心，不容易有嫉妒心啊，随时赞叹别人啊。所以佛跟我们讲，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啊。各位呢，修行就是修正行为，改变命运。那我们要开始学习赞叹别人，不嫉妒啊，你的心量才会越来越大啊。因为我们要知道，生命的敌人不在外面了啊，生命的敌人就在我们内心里面啊。来念一下，来，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、怀疑、我慢、嫉妒、邪见啊，说不完呐 啊各位，生命的敌人，我们佛陀叫我们修种种的法，目的就是要对治我们不好的心态啊，这一点是我们修行的根本啊。那么你能够知道自己的苦在哪里，你才进一步去想到别人乃至一切众生的苦，我们要帮助对方啊。所以各位，像我们供花，以最美的东西来供养佛陀，除了这样供佛让你生生世世外表漂亮啊，居家如花园。各位，如果你家像花园一样，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过去是常用这种鲜花供在佛堂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家就会像花园一样啊，因为你过去是经常供花，而且不容易生气啊，所以你的脸就漂亮有人缘啊。但是站在解脱道，供花的功德是干什么？消除眼睛的执着，把最美的东西拿来供佛，自己眼睛不会贪漂亮，这样知道吗？啊，这样你才有达到解脱啊。
不然你下辈子又漂亮又帅，保证你堕落。啊，今天佛教好像说外向庄严的目的并不是要吸引别人看你，引起别人的贪欲，那就不对了。我们外向庄严是要庄严三宝，就为这个意义啊。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有人问我，哎，那师父，我心中起了贪欲，男女的爱染心怎么解决啊？啊，当然你可以念阿弥陀佛，你更可以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赶快去掉。这边还有一个咒语，各位把它背起来，你念这个咒语的爱染心马上就消灭，而升起的菩提心。来跟我念了啊，来，嗡哄悉地梭哈，嗡哄悉地梭哈，嗡哄悉地梭哈。啊，要慢慢背哦，这叫爱染明王心咒啊。如果你念这个咒的时候，这种贪爱心马上转为菩提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但自己要念哦，哎，今天你这个女生，你已经结婚了，哎呀，别的男人还在追你啊，这样也不好，你赶快念这个咒，消除对方的爱染心，知道吗？啊，嗡哄悉地梭哈，嗡哄悉地梭哈，啊，各位要培养这些习惯，因为一般凡夫啊，哎，修行啊，就是喜欢自己被注意，就是喜欢自己被爱。各位，那这个是世间法，不是很正确的啊。我们每个人学佛就希望我们每个人被看起来像一朵清净的莲花，没有爱染心啊，而且呢充满了柔和，能够表达真理啊。所以你要懂得帮助自己，所以佛也跟我们说，要消灭贪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多布施啊。布施你千万不要觉得说，哦，有一个人在接受我的帮忙，不是哦。布施的目的是要我们放下自我财产的观念，自私的观念啊。刚刚我们念了啊，皈依佛陀，皈依佛陀要干嘛？我们要发起成佛度众生的决心，这个叫菩提心。那发菩提心的目的要干嘛呢？就是要消灭自我贪心啊。各位，生命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哦。释迦牟尼佛说我啊，执着有一个我，那么就是一切罪恶痛苦的根源啊。我们修行要达到无我啊，无我啊，你就要净化自己啊。所以为什么要拜佛？哎，拜佛就是要降伏我慢，经常要拜佛。而且各位在拜佛的时候，不是光降伏自己，请记住，从今天开始拜佛要怎么拜呢？当你拜下去的时候，要想右边是爸爸，左边是妈妈，你也在替他们拜啊。前面呢，前面是我们过去所对不起的一切众生，杀的众生，吃他的肉，堕胎种种。那后面呢，后面你要观想一切轮回受苦的众生，我也在替他拜佛啊。所以啊，以这样子的发心来拜佛啊，礼佛一拜，罪灭河沙，福增无量。而且各位你要知道，拜佛的时候，如果你发大心拜佛，这样趴下去，这个土地下面的，乃至这个地上刚好有虫，地下有鬼，有地狱道，你拜下去的那个地方，一切三恶道的众生皆脱离三恶道的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发大心拜佛啊。所以各位，你以这样子的心来拜佛，所以各位如果到佛堂来啊，哪里地方拜佛最多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加持力功德力最强的啊。所以要开始练习，不是为自己拜啊。大乘佛教呢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啊。而且各位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，我们的生命轮回不是光一世，我们已经轮回千百万亿世。我们今天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脱离轮回。各位哦，死一次，我们做人光死一次就怕得要命
啊，你看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轮回就是苦。这个世界，天上的神会轮回，人、地狱、鬼道、畜生道都会轮回。啊，所以轮回就是痛苦的根源。那为什么会轮回呢？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无明，无明就是执着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，不了解生命的真理，不了解变化无常啊，而对会变化无常的一切法起了分别心。什么叫分别心？我好爱这个哦，我好讨厌这个。如果你有爱跟恨，那你就会造成生命的轮回跟痛苦啊。所以有一句话叫贪嗔痴三毒之心不消灭，六道轮回痛苦永不停止。各位要记起来啊！所以你要知道哦，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，首先对自己而言，就是要净化贪嗔痴啊。那如何消灭贪心？佛教我们多布施，除了布施以外，要有空性的观照，一切都变化无常的，怎么可以贪爱执着呢？啊，所以对你贪爱的一切，你要不净观无常来看清楚。啊，一方面多修布施，二方面要修无常，修不净观，修空性。啊，所以贪心没有了就快乐了。然后佛教要我们把贪心转什么？贪心转为这种啊善法，就是追求功德。啊，所以各位呢，要急着去追求功德，累积成佛的资粮。啊，第一个。那第二个要消灭嗔恨心。那如何消灭嗔恨心呢？哎，我常背这句话，跟我念来。忍辱是力量，慈悲是武器。啊，首先你要修忍辱哦。啊，各位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要告诉自己，我不生气。啊，而且你要修忍辱的人啊，多看佛的脸，多看佛的眼睛。啊，佛的脸啊，曾经有一个国王问佛陀，他说：“佛陀啊，为什么你的脸哦，百看不厌呢？啊，怎么看都不会讨厌呢？”佛陀说：“我过去世，包括对我的敌人站在我面前，我都不起嗔恨心，还对他微笑。”各位，你要修这个啊！如果你想要成佛啊，那你要修忍辱，永不起嗔恨心啊，永远的微笑啊，因为这样得到永看不厌的佛陀的脸，叫月亮的脸，叫永恒的微笑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看看，当一个人内心没有嗔恨心的时候，你看他多快乐啊，谁都惹不了他生气的了啊。所以在佛教的经典说，贪心占据我们的心，就像一只老虎一样。各位，老虎不在外面哦，老虎在这里面。透过你的眼睛，我要看美丽的；透过你的耳朵，我要听哦。所以献花是要把最美的供佛，去除眼睛的贪心；献水果食物，把最好吃的供佛，去除舌头的贪心。尤其各位，最近在流行禽流感啊、哦！各位，既然新闻媒体都在讲禽流感，那我请各位最近不要吃鸡肉，好不好啊？你嘴巴边吃鸡肉，说我不要得禽流感，这样，你相信因果，你吃它，它将来伤害你啊！如果禽流感是从鸡传来的，那你最近要对鸡要好一点。啊，不要杀它，不要吃它，买来放生，这才是真正消灭禽流感，不是扑杀哦。这边有禽流感，把鸡通通给杀掉，生命会轮回，这些被杀掉的鸡会不会报仇啊？很简单啊，就造成一种痛苦的轮回。所以你要免除禽流感，那你就不要吃鸡，不要吃鸭，最好还学印尼人，不要吃猪肉啊。哎呦，你说你佛教比较高尚啊，你大吃猪肉啊。所以各位，
当然佛教要我们慈悲了啊，因为修慈悲心，那我们呢常吃素，常放生，常帮助贫穷人，你才可以修慈悲心啊。啊，所以迦瞻延尊者曾经讲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吃爸爸打妈妈报仇人啊，老婆啃老公的骨头，为什么？他说，各位常听我讲都知道啊，迦瞻延尊者有一天在树下用完斋打坐，结果隔壁有一个男人啊，抱了一只猴子，抱了一只猴子在那边玩，那手上还拿了一只鱼在那边啃，这样啦，啊，啃完鱼的头，把鱼头丢在地上，小狗就来吃，那小狗来吃，这个男人还踢那一只小母狗，啊，小母狗咬着骨头就跑了，然后迦瞻延啊，用神通一入定一看，哎呀，摇头啊！旁边的徒弟师父，你为什么摇头？他说：“你看隔壁那个男人啊，他手上拿的那只鱼啊，是他死掉的爸爸欠他债还没欠完哦，还继续投胎来还他债，还吃他的头啊！他手里抱的那只猴子啊，是他上辈子杀他的仇人啊，居然把仇人抱在怀里面哦，脚呢踢了他的妈妈。”啊，那一只小母狗就他妈妈死了来投胎了，那你看那只小母狗还咬骨头，他不知道那个是他先生的骨头啊，各位可不可怕？可怕。所以啊，我还是劝你，你想吃肉的时候啊，看到鱼就叫爸爸啊，看到鸡就叫妈妈啊，你抱的那个儿子那是你仇人啊啊，你爱的才有能力伤害你啊。啊，佛只告诉我们这些真相。啊，我们要广结善缘，不要结恶缘，不要结恶缘。啊，所以各位难得今天到啊能够聆听大乘佛法，我们中国人是最有福报的，大乘佛教。啊，小乘佛教可以吃肉，很多人说人家那边可以吃肉，我为什么不能吃肉？各位，小乘的修行只想自我解脱，这样而已啦。啊，大乘的修行是我解脱不重要，我的一切爸爸妈妈都要解脱，我内心才会平安呐、啊。这个叫大涅槃的想法啊。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哦，培养慈悲心最好的方法，多吃素，多放生，多布施啊。像各位如果住在这附近。从明年开始，连续七天的水陆空大超度法会，你最好乖乖的坐在这边参加，啊，为一切众生啊，帮他们念经，帮他们忏悔，啊，你的心是对一切众生，这个是培养你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心，啊，然后啊，愿大家都成佛，啊，所以刚刚讲了，为了消除贪心。啊，点香最香，为什么要点香？去除鼻子的贪心。啊，供水，供水，那么我们呢、啊，把最好的水供养佛，让他净化身体，让他喝，啊，去除自己对身体的贪心。啊，所以佛教里面的修行啊，有这几个心，各位要背，来跟我念：出离心、大悲心、菩提心。啊，什么叫出离心呢？就是要出离六道轮回的决心，叫出离心。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出家啊？出家就是出离轮回的家。什么让我们轮回啊？欲望、感情啊，金钱的占有、贪爱，让我们在生死轮回里面啊。各位你要知道啊，你。我们昨天去雅齐，各位都知道啊。你看一个大海啸啊，连房子通通没有了。我们跑到那个地方去那边念经超度，他们跟我们说，那个土地里面埋了63000人啊，这里面也有做官的，也有有钱的，中国人、印尼人、外国人，什么通通有啊。无常一来，你再多的钱，再坚固的房子。一切都会毁坏的，啊！所以
生命真苦。所以最近呢、啊，有信徒写信给我说，哦，他儿子啊做生日要我去参加，然后写一张生日快乐卡给他。我说我不写生日快乐卡的了，我都是祝人家死日快乐的。生哪里快乐啊，生下来就准备受苦了，死了往生极乐才重要了。所以我祝各位死日一定要快乐啊！如果你不能在这一辈子啊，赶快想尽办法啊，消灭贪嗔痴啊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你看多痛苦。所以各位，生命的安全岛建好了没有啊？如果你现在在修行只为了现世的快乐，我希望我儿子啊乖一点，我希望我老公哦对我好一点，我希望啊他赚钱多一点，这还不是佛教啊。因为现世的一切都会变化的，我们至少追求来世，这还相应佛法啊。有一个老阿公啊，啊，有一个老人家经常到佛寺来拜佛，啊，很认真的拜佛拜佛。当他在拜佛的时候，老和尚后面走出来就骂他：“我叫你来修行，你们拜什么拜？”哎，这个老人说：“我拜佛就修行了，我怎么没有呢？算了，我不要拜了，我来绕佛好了。”他就一直绕，然后绕绕绕，老和尚就出来了：“喂，我叫你修行，你在干嘛？”哎，我绕佛啊，我怎么没有在修行？算了，那我打坐好了。这个老人家就跟打坐。结果打坐得很认真，老和尚出来从他后脑啪打下去，吓一跳了：“你在干嘛？”那老人家说：“师父啊，我拜佛也不行，绕佛也不行，打坐也不行，那你要叫我干嘛？”老和尚只想讲了四个字，来，各位跟我念：舍弃今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老人家怎么拜都在为这一辈子在拜啊。啊，希望健康一点，希望儿子孝顺一点。各位，那我们来拜佛是为这个而拜。如果在拜这个叫拜王爷，知道吗？拜王爷就是在求现世的富贵了。啊，所以舍弃今生。各位，有些人生病，师父啊，生病要怎么办？常放生啊，消业障，就要去放，一直放，放了好好久，放了很多钱，还是生病。师父放生怎么没有用？这样，各位听清楚了吗？因为你这一辈子的苦是过去式的杀生而来，所以我们希望你忏悔放生，但是不见得这一辈子的苦就可以完全的消灭，但至少来世不用堕落三恶道了。啊，这个苦就成为你修行的助缘呐、啊，你不能有所求，求这一辈子。去拜佛，去放生，去布施，那你这样不相应于佛法的解脱啊！啊，所以各位呢，你只要有付出，因缘成熟，自然就改变。什么时候不知道，但是一切付出是为了解脱，绝对不是为了求现世的富贵啊！这个叫舍弃今生啊，不要为了这一辈子。这样才符，就符合佛教叫出离心啊，所以随时准备死亡。跟各位记住啊，今天晚上回去遗嘱就写一写咯，哪一天海啸也会到这边来哦，你还不记得写就走了啊。当你开始写遗嘱，你就会什么肯定的死亡的必然性，一定会死，然后死后有轮回。哎呀，真的有地狱，有鬼道，出生的好可怕啊。所以你对自己会有出离心，出离痛苦的决心，然后你对正在轮回的众生才会起了大悲心。那有了大悲心，所以大家来拜佛，拜水陆，拜梁皇，那这样才相应于大乘佛法啊。当你起了大悲心以后，那你就会起一个决心，那我一定要成佛。我如果没有成佛，我哪有圆满的能力去帮助众生呢？所以你的生命的目标就决定了啊，就发起了成佛度众生的菩提心啊。那你发起了菩提心以后，你所做的一切功德才成为
成佛的资粮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各位首先呢、啊，你就要对治自己。所以修行分三个阶段，来跟我念下来：克制自己；第二个，超越自己；第三个，奉献自己。哎，首先你要跟自己比赛啊！啊，各位，你最爱什么？如果今天有一位居士来找我，师父，我要修行，还跪在那边，好。然后，师父，我要怎么修行？我说，把你的头发理光。哎呀，我最美的是头发嘞。啊，你不是要修行吗？修行就是要对治你自己。啊，你最爱什么，就要舍掉那些；你最执着什么，你就要放下那些，因为这些就是你苦的根源。各位要记住哦，贪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哦。啊，所以有爱生忧虑，有爱生恐怖，无所爱乐，无忧无怖。啊，你有所贪爱执着的这些恐怖烦恼，就从这边来了。因为什么？你爱的东西就怕它变化。啊，所以我常讲，有一个女生找我，哦，师父，我要结婚了，来，你祝福祝福我。我说好，我祝福你，在那边打坐，想什么？想你的先生跟别人睡觉。好，师父，你有病。我说我没有病啊，是你有病，这样，你要我佛教加持你，你不要把婚姻想得很美，一切都有可能变化的。如果你能够接受变化，你来结婚，你就不会怕，这才是最好的祝福。啊，各位，你生的儿子会不会死啊？会啊。啊，你盖的房子会不会遭受变化？也会啊。所以，修行最高的心态是什么？跟我念：接受变化，接受无常，接受越多，成就越高。记住啊，啊，所以首先呢、啊，你就要克制自己，不要让自己一直对这一些会变化的一直啊这样子的轮回下去。所以有时候老和尚要我们修苦行，修苦行。爱睡觉的人叫你不能睡啊，那么懒得讲话的人呢，像我。我的师父规定我天天要讲话，天天要弘法，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懒得讲话，不喜欢理别人啊。我还没有出家以前，我的官房我都盖好了，书都摆好了，我想说我这下出家我就可以闭关了，这样啊。我的师父就不准我这样做啊，他说修行要反其道而行啊，强迫我天天讲，早也讲，晚也讲。而且我这个人不喜欢笑，强迫我看到人就要笑啊！而且我这个人很男性化，我师父还要我做21天的女人，可怜哦啊！然后把我这种阳刚之气给消灭掉啊！那这样有什么好处？哎，我看到女人，哎，你也是女人，我也是女人，赶快呢，就没什么分别了。这个也是个好方法呢啊！但是。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我很感谢啊，希望各位也有这个福报。我碰到的都是好师父、善知识啊。像我一出家就要去读佛学院啊，我佛学院考试回来了，哎，成绩很好。我师父说不用读没关系，哎，师父，我考第一名呢，我去读增加你的面子。不用了，你去读会骄傲、傲慢，不要读了啊，不读我干嘛？做我侍者啊，到慧日讲堂，只要有法师来，你就替他们扫地、整理床铺，晚上扫水沟啊，专做这些，这就是佛学院啊。我师父说半工半读啊，对治我的问题啊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找到你的问题在哪里啊。如果你今天很爱漂亮，那你要怎么修？每天要看自己被泼硫酸的样子。最好泼泼看，那你就解脱了啊。有些人说，哦哟，我这辈子好矮哦，好可怜，矮矮比较好拜佛哎，更好打坐哎，啊，跟你成佛有关系吗？
但是一个人的我慢就会觉得比较计较，那这是你生命的敌人，各位，你一定要对治啊！啊，所以你要克制自己，先约束自己，再来超越自己。啊，超越自己，这个身体是我利用的道具，但是我不要成为身体的奴隶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眼睛，我眼睛啊，来，各位跟我念一个咒来 ，Om Prom Soha，Om Prom Soha。这个咒啊是尊胜佛母咒，它有一个特点，你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念十遍尊胜佛母咒，念一遍拜一拜，拜十方，拜完以后拜十方，就十遍拜十个方向，然后用你的眼睛去看，你所看到的一切的众生都永远脱离三恶道。你的眼睛不是你的眼睛，是谁的眼睛啊？尊胜佛母的功德力透过你的眼睛散出去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你要开始修，我要把我的眼睛变成功德啊！念尊胜佛母咒，念佛眼佛母咒啊，乃至另外一个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，很简单，跟我念下来 Om Mani Fajili Hong Om Mani发吉利哄，哎，这个咒更简单，连拜都不用拜，你只要眼睛在看的时候，然后一直念这个咒，你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有情的生命啊，都可以消业障，而且永脱离三恶道。各位，我这样讲的意思是，我们的眼睛除了不爱漂亮以外，我们的眼睛要学观世音菩萨看众生的苦如何帮助。所以我们的眼睛变成什么？除了看佛像以外，就是看经典，再来眼睛透过佛菩萨的加持啊，所看之处皆离苦得乐。那你就在啊净化你的眼睛，除了不贪心，而且你越这样做，你会发觉你眼睛的贪心会越来越少啊，你的眼睛就越来越不喜欢去看美的东西，越来越喜欢去看庄严的，哪里有苦难帮助啊？那耳朵呢？哦，各位，有些人耳朵为什么这么大啊？为什么？除了修福报，不喜欢听是非，耳朵的福报才会大啊！而且这个耳朵专门喜欢听佛号，听人家讲经说法啊，其他的不要听啊！所以不要随便听那些音乐，会让你想要谈恋爱的。哎呀，好苦啦！啊，那各位，你要训练你的耳朵啊！啊，我们的嘴巴，我们的嘴巴只能来念佛、赞叹别人，啊，安慰别人，然后嘴巴绝对不贪吃，而且嘴巴绝对不造恶业、骗人、骂人、说是非这些。啊，那你就在修你的嘴巴，啊，而且这个嘴巴，各位要常念佛、常持咒。各位会不会背大悲咒啊？我看我们都会念大悲咒，功德有多大你知道吗？常念大悲咒的人，就算哪一天不小心发脾气的在骂人，那个骂人的声音啊，鬼道天道一听都以为佛在讲话，通通靠过来，因为你的声音里面有大悲咒的加持啊。所以我们要念到什么闻即解脱，谁听你讲话，你的声音就可以帮助别人解脱消除病苦，那你这个嘴巴常念佛常持咒啊，往生咒、药师咒，最简单的六字大明咒啊。那么常念大悲咒的人啊，你洗澡的水只要流到水沟，那个水都是甘露水，水沟里面的虫啊最后一次做畜生啊，所以你要把整个生命化成功德啊！啊，像我们在念佛号或是念咒语啊，全身有26兆的细胞一直念，我往那边，我往那边，然后整个细胞都在转，啊，整个生命呢、啊、都化成活菩萨的力量，啊，希望谁站在我身边，踏到我的影子都解脱，啊，风吹到我身上，吹到他，他也解脱，
啊，像刚刚外面下雨啊，我最喜欢下雨了。下雨要念一个咒，各位有没有听过？来念一下，观音甘露咒。对，一下雨的时候，我们要对着雨看了，起了大悲心，你的眼睛要像观世音菩萨眼睛啊！学佛，各位不要客气，要承担啊！学佛，我就要跟佛菩萨，我有他的力量，每个人都有佛菩萨的力量，有这个潜能，只是被我执、被贪嗔痴给盖住了啊！所以那个时候，你的眼睛像观世音菩萨，仰面看的雨，念着观音甘露咒，来跟我念下来。嗡嘟林嘟林，加嘟林，萨婆诃。嗡嘟林嘟林，加嘟林，萨婆诃。来，我们来念七遍好不好？各位观想外面的雨滴片洒，一切通通得到净化。刚刚我们大和尚都在洒净哦，我们也来洒净。嗡嘟林嘟林，加嘟林，萨婆诃。念七遍来。嗡嘟林嘟林加嘟林萨婆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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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嘟林嘟林加嘟林萨婆诃。各位，在这个时间，你内心有没有充满了慈悲心呢？啊，不可思议了，一切烦恼通通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一个人念七遍，假设这边有500个人，还得了啊？啊，3500遍的甘露咒，而且一切雨滴啊都得到加持，而且常念这个甘露咒有什么功德呢？刚刚讲了，杀父杀母的无间业障都可以消除。常念这个甘露咒还有什么功德呢？你的身体，你的声音变成观世音菩萨的身体跟声音，常可以利益一切众生，令其得到快乐啊！所以常念这个甘露咒，现在我在讲话，各位在出声音，谁跟你讲话，谁听到你讲话的声音，谁都得到甘露咒的加持啊！谁踏到你的影子都得到加持啊！所以这个咒，为什么我们大乘佛法特别重视咒？大乘佛教啊，就是佛号、经跟咒啊。这个咒就是三藏的精华，经典像牛奶一样啊，非常好啊。戒律啊，牛奶凝固了乳酪。那论呢？论就是乳酪在提炼，叫酥油。那咒语呢？咒语就是，连酥油在提炼的叫醍醐，最精华的东西啊！所以你要念一个咒，譬如说各位，我教各位一个咒，来，各位一定会念，来，跟我念下来，般若佛母心咒啊！般若佛母心咒，各位会不会念？很简单啊，你天天的念啊，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，心经后面那个咒啊。这个般若佛母心咒有什么大利益呢？玄奘法师从中国到印度取经的一切灾难，就靠这个般若佛母心咒而降服。你只要念七遍，16个神王守在你身边啊！般若佛母心咒，而且常念这个咒，会让我们升起菩提心，不执着啊，不执着。而且常念这个咒，各位，我教各位啊，经典里面写的，当你看到有人生病的时候，你嘴巴念21遍，乃至最慢至少7遍，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，然后你这个手碰一下你的嘴唇，然后用你的手背去碰那个生病的人，乃至他特别痛的地方，以般若智慧的这种功德力消除对方的业障啊！各位，菩萨这些都要学哦啊！你发愿做，发菩提心做菩萨，凡是能够利益众生的一切法，你要把它学过来啊！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些啊，36不清净，你懂了佛法，可以把它化为道用。这个身体本来是不干净的、无常的、痛苦的哦，但是我现在懂得修行了啊，把身体拿来拜佛，把
把身体拿来观想持咒，我的身体所拜的地方，那边业障消除，谁碰到我，谁业障消除。啊，要把超越自己以后，进一步奉献自己。啊，一切呢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。啊，各位，那个时候你就找到生命的快乐了。哦，原来生命的快乐是什么？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。真正的成功的人生是什么？圆满自己服务众生的能力。啊，就像我天天在电视上讲经，我爸爸妈妈天天看，讲什么他听不懂的，啊，他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但他每次都听我的声音。儿子，老爸听你的声音，心情就好一点，没事你就打个电话回来，拜托拜托，这样啊，所以他心情不好就跟我讲电话。啊，我老爸要是生病打电话给我，儿子再念个咒给我听吧，啊，听你的声音呢，啊，声音呢，病就好一半，啊，所以我师父也常跟我讲，哎，海涛啊，你这个人的嘴巴天生注定要来讲经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背后讲是非哦，啊，这个嘴巴不要让任何的恶业跑到你的嘴巴里面，各位记住哦，你早上跟人家吵架，下午去帮人家助念，对方都给你念死了，气死了，你相不相信？啊，今天你躺在那边啊，正在断气，有一个你恨的人来跟你助念，你一定很生气的，因为你早上发飙了骂人，你下午念佛，这里面就有杀气，透过你的声音就有杀气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行大悲法，首先自己要净化自己，啊，你能够净化自己，就像一个镜子，能够干净就产生大亮光啊！啊，这佛教的修行方法很简单，利益众生，啊，利他为上，但是净心第一。你为了要帮助别人，首先你一定要净化自己，所以克制自己，超越自己，达到了空性的生命的时候，那你就能够完全的展现自己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像我的皈依老和尚常叫我念阿弥陀佛，而且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他每次都要我观想一尊阿弥陀佛就在我面前，然后观想得很清楚以后，把阿弥陀佛放在我的头顶。各位这要学啊，观音菩萨永远把阿弥陀佛放在他的头顶，啊，放在他的头顶，那你整个身口意都有如阿弥陀佛，你把你的整个身口意借给阿弥陀佛用，你的声音代表阿弥陀佛的声音。而且各位，将来你如果去处理临命中的人，我们希望这个临命中的人舍报他的意识从头顶跑出去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你要怎么做？你进去帮他助念的时候，你不能说哎呀，我这个凡夫帮他念阿弥陀佛有用吗？你不要这样想，你要观想阿弥陀佛在你前面，你顶礼，顶礼完以后阿弥陀佛在你头上，你整个生命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然后你要伸出你的右手放在死亡的人的顶门，顶门啊，你的手不是你的手了，是阿弥陀佛的手，做个记号，希望他的意识从顶门脱离啊，然后你代表阿弥陀佛再跟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，那你要跟阿弥陀佛合为一体啊，这个在西藏佛教叫本尊观，你要跟佛菩萨合为一体啊！就像我常上台啊，我师父说上台你就不是海涛啊，你上台讲海涛的话没人听啊，啊，你上台你自己要观想啊，一切佛菩萨合为一体，我们要把佛菩萨的教法表达出来，就像我们看到了大和尚在放焰口大蒙山，他们戴着五方佛帽，就不是代表他，他代表五方佛的功德力啊，由他的身口意要来利益众生。那各位，你要开始这样学啊，你这样学以后，你要发觉哦，原来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帮助别人。